而现在有不少人用餐之前呢，都喜欢上机先吃。而高雄就有家早餐店呢，卖着四宫格造型的山形吐司。吐司本身是日本新野天然酵母制成，不止口感外酥内软，烤得金黄的吐司面上还可以自选抹酱。而招牌之一的品上呢，铺满碧红豆、蓝莓、奇异果和无盐奶油，色彩缤纷，造型可口，视觉味觉都是享受。烤箱里拿出一整块烤得金黄的厚片吐司，接着放上一块无盐奶油。现在吃吐司不止表面抹酱，充满寒风的山形吐司使下正酣。外层酥脆，内里柔软，这里的山形厚吐司不只是特别选用日本新野天然酵母制成，抹酱的部分也充满老板巧思。吃起来会比较天然一点，然后因为我是为了给女儿吃，所以我就是做减糖。就不会到很甜，甜度不会太高。吐司面上分成四格，依序铺上无盐奶油、奇异果、蓝莓以及蜜红豆，最后再加上一点鲜奶油。不止色彩缤纷，可以让相机先吃，天然食材加上老板刻意减糖，让民众一口吃下，视觉味觉都是一大享受。吐司的部分它其实中间蛮软的，然后但是它外面又烤得脆脆的，所以吃起来的话就是会有软硬，会卡滋卡滋的那种感觉。口感就是焦焦脆脆的，然后主要是它的酱吧。嗯，我觉得酱还是最大的关键。所以我蛮喜欢蜜红豆。蜜红豆。就是跟别人不太一样。蜜红豆粒粒分明，无盐奶油衬出吐司焦香。如果光吃吐司还不过瘾，只要加价50元就可以升级套餐。山形吐司配上优格、水煮蛋和小杯红茶，让你一次吃得过瘾，齿颊留香。记者陈立国、陈真，高雄采访报道。